斧头。最后一招呢，名字叫单臂开喉。单臂开喉，就是这招呢，加装饰。嗯，光头那边巴掌。嗯，光头那边三六分的。哎，单抓我，哎，或者两手抓我。我不是四六分吗？扶扣。OK， 扣扣开。扶扣。干啥？嗯。一起来。嗯。一起来。嗯。抓我。嗯。也有这么做的啊？嗯，抓我。我蹦你，啊，啥呀？蹦你！我蹦你啊！啊，这儿走，这儿走，这儿走，这都可以。啊，我把你给盯住，别看。总之这块儿使劲掐。高兴都是单的，哎，看不住。干啥？他先扶住他，啊，扶住他。啊，你得把杆子松。来了一个，来。OK， 快，够劲。